大家好，吃饭了，肉皮。红烧大鱼，香。先把鱼头给猫吃吧，看老师叫。柴火炒的菜怎么都好吃，这个辣椒好香。
今天做了一个红烧大鲫鱼。还做了一个五花肉炒猪耳朵，也是超级香。我觉得鲫鱼是最香的，我自己认为，就是刺有点多。别想办法。you